为华语乐坛天王天后的御用推手蒋晨进蒋哥，曾担任过蔡依林、萧亚轩、杨丞琳、罗志祥等人的经纪人。上月15日，竟从他家中传出命案。据东森新闻报道指出，约30岁的吴姓友人平日有在健身，却在和蒋晨进喝完酒后与旋转楼梯跌倒，警消到场后已无生命迹象。由于死者并无外伤，日前已将遗体解剖，详细死因尚待报告出炉。对此，蒋哥透过律师强调，他是报案人，对于意外感到相当悲痛，案件现由检察官调查中，希望外界不要有任何疑。也提及本人已于2014年退出娱乐圈幕后经纪工作，实不该也无需占用媒体大众资源。最后恳请媒体及各界勿对本事件过度渲染及揣测，及尊重本人悲痛的心情。谢谢各位的关心。